天暖和的地方，寒寒的老路不见了，是如何把发生在我身上这活生生的教案，让学生们和我互动，生掉治疗的机会，感受社会的爱。因为 MND 里面的关系不能说太复杂的话，会根据自己的状况特地课程，让学生与我互相配合，共同完成一堂课，培养孩子们的领导能力，透过鼓励孩子们逐步上台，建立自信心，让自己乐观的人生经验，培养多元的视野，孩子们丰富生活中的每一天，好从一脑。坐在校门口，迎接着我和我的法拉利，在课堂中，充满热心的孩子协助帮忙解说的课程内容，偶尔同学间幽默风趣的开玩笑说：“优秀的人就是不够聪明的。”但是呢，传出荒唐大笑的话语却如此的悦耳。短短的下课时间，所有孩子主动询问：“有什么工作需要帮忙的？”孩子们放弃了自己玩乐与休息的时间，自动自发来帮忙按水龙头，进而获得热忱的心及服务他人的特质，这是无法在书本中学习到的最美的。我想必定就是透过这样的机会教育，活你快乐的开心人生。Thank you.
Thank you.